是中国四川成都出生，现在呢是生活在日本的刘一斌。那之前呢跟大家解释过，我是曾经在中国当过这个专业的武术选手，然后为什么来到这个日本。那今天呢我们就不聊这个话题了，我们就直接转到正题，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呢是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的第四个动作，左右搂膝奥步。那之前跟大家已经讲过这个白鹤亮翅这个动作了，那白鹤亮翅我们先从白鹤亮翅开始。白鹤亮翅结束以后，大家请看我的左腰微微向左，然后大家再仔细看我两手的这个分配，这就是第一个左右搂膝奥步的左搂膝奥步。那我再跟大家在一边示范动作，一边呢跟大家解释一下怎么样去操作这个动作。首先百鹤亮翅结束以后，右手要向左，经过左边往下落。那这个左不是光是用手去带，而是要用腰去带，中文里面经常会有用腰，那就是这一块肌肉。那用腰，用左腰，左边的腰，稍微微微向左带，把自己的右手往下，然后左手通过自己的面前，我们的腰再向右转。好。这个动作呢，实际上我们从这个太极上面来讲的话，这是一条鱼，这个动作是一条鱼，这是鱼头，这是鱼尾。那从阴阳上来说的话呢，阴阳有点像这个阴阳八卦图一样的阴阳。那做到这个动作以后，我们要继续了，大家看一下我的左脚和右手，左脚稍微往上抬，然后左手往下，但不是按，左手往下，右手肘弯曲，手掌的大拇指侧面这一块呢是肺经，食指呢是这个大肠经，这是一个经络的话呢以后再跟大家解释。好，肺经大拇指这一块，这一边的在自己的右耳旁，不要靠得太紧。然后呢我们再移动我们的下半身，我们往前移动的时候，我们的右手执行，我们的左手，因为它叫搂膝奥步，搂膝的意思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，要经过自己的膝盖外围绕一圈，现在呢我们叫不是绕一圈，绕半圈，然后有一个坐碗的动作，坐碗，大家也看到了我的膝盖是没有超过自己的前脚尖的，超过前脚尖这个动作是属于犯规了。然后大家再仔细看一下我的右手的高度，我的右手手掌不是完全朝前，微微侧向，我的小手指这一面往前，我的掌心是微微有空洞的，不是完全使用力量的，不要完全使用力量，稍微有一点放松的感觉。那我的左手指尖是我和我的膝盖是同一个方向，千万不要走到俄罗斯去了。我们经常教练会告诉我们，你做这个动作是不是要到俄罗斯去啊，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话。膝盖的方向，脚尖的方向，就是你的下面这只手的方向。好，然后大家再看一下我的侧面的动作，
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侧面这个动作完成以后，我的左手高度，我的右手的高度，经常都会说食指的高度与鼻同高，不是中指，这是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。那中指不能按照中指的高度，是要按照食指的高度与自己的鼻子的高度是一样的，但是不是在鼻子的前方，而是在自己的肩，这是叫肩，在自己的肩的前方，大家一定要记住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后面我的背面的动作。好，然后大家再看一下我侧面，侧面的动作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的膝盖是没有超过我的脚尖的，然后我的上半身是属于中立的，没有往前。那有一些传统的太极拳，比如说像吴式太极拳，他们的动作的上半身会有前倾的动作。那每一个太极拳，每一个传统太极拳，它都有它不同的一些基本动作在里面，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去混淆。简化二十四式太极拳，那就是一个中立的一个动作，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。那我们再看一下我的侧面动作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四个动作，搂膝凹步的左边的动作，左搂膝凹步。那下一次呢，我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右边的搂膝凹步的动作，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刘一丁的这个视频，谢谢大家。